到底还想摆烂到什么时候，博士？阿斯卡伦，我从来没有觉得工作开心过，给我一点动力好吗？就一点。好。动力，是吗？我知道了。阿斯卡伦，别乱动，博士。你要是有动力了，就赶紧把工作完成。好啊。孩子们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会打赢。